哎呀，这是第二部清理芦苇陷阱的影片了。上一次我是用暗影夕阳君去清理这个芦苇陷阱，那这一次我们亲自来清理。这边用的是吃饱的大力士加辣的羊角布丁，再加攻击力50以上的武器，因为触手随时都会是湿的，所以用羊角布丁的效果会很好。这边只要注意大力士的肌肉值不要太低，都可以两下杀一只触手。如果只有一只触手，而且伺服器没有很 lag 的话，是可以直接按住 F 两下就把触手打掉，完全不会被打到。我稍微实测了一下，如果不要这么怂的话，大概5分钟一个羊角布丁就可以清完了。我这边打得比较慢，所以我花了6分钟吃了第二个羊角布丁才清完，但整体来说还是算快，而且也算简单的。所以，如果你不怕打架的话，是可以用这个方法去清，会比较方便。